据说这个是曹操小时候的玩具，叫马蹄锁，它的玩法就是把中间这个圆环给取下来。那我们从上面试一下，取不出来，从下面也取不出来，而且这个圆环没有任何缺口，链条也很牢固，用蛮力是不行的。据说当时曹操也没能把它取出来，你们知道取出来的方法吗？其实正确的方法也很简单，我们先把这个东西放在平面上，两手握住马蹄，把铁环放在链子中间的位置，然后右边的马蹄往下拧，左边的马蹄往上拧，它就会利用空间错位的原理滑落下来。那现在就很轻松地把铁环取下来了，这是一个典型的拓扑谜题。那么装回去怎么装呢？我们需要把这个马蹄折叠起来，从这个位置套进去，把两个马蹄交错，往上一提一转，完成。你看懂了吗？长按视频下方的点赞，给我强烈推荐，快来试试吧。